直播把8月16日讯，意甲官方宣布，由于热那亚当地高架桥崩塌事故，意甲首轮 AC 米兰 VS 热那亚、桑普 VS 佛罗伦萨的比赛将推迟进行。这两场比赛原定于当地时间本周日进行，而周六进行的其他比赛也有推迟可能。